今日嚟做乜嘢啊？我今日嚟飲朱古力噶，同埋食餃子雞翼。食餃子雞翼啊！好。哦。上到嚟，我成日用佢上 YouTube 噶。通常其實我自己看的東西就是歌手的表演啊、MV 啊、新的歌啊咁樣，但係有時候我亦都會上睇，譬如我最近看了一個咧，係嗰個小文景啊，嗰、那個靚妹，個小文妹好搞笑，佢扮即係扮小警察，跟住人哋又去扮壞人，跟住佢話連梳下可以剪頭髮，好搞笑，好搞笑，即係有時會看呢啲嘢咯。係啊，嗰啲太無聊啦，要成個人去啊。係咯，咪就只係成佢成個人代入咗一個電子嘅環境。唔係啊，係成個人直頭一去就可以去到日本咁。